美食再度登上国际，这回是英国知名女歌手 Dua Lipa 最近在个人的社群网站上放上了台湾知名冰品黑糖珍奶雪糕，按赞数突破100万，还有好多台湾粉丝兴奋的留言说这个雪糕来自台湾。其实台湾的美食除了珍奶雪糕，另外还有像是小笼包还有泡面，也都深受许多外国巨星的喜爱。英国知名女歌手杜瓦利波在全球拥有超高人气，过去还曾获得格莱美奖和全英音乐奖的殊荣。最近她在个人社群网站上放上台湾知名冰品被炒黑糖珍奶雪糕的照片，结果让这款来自台湾的雪糕瞬间跃上国际。看看杜瓦利波的发文，除了抛出黑糖珍奶雪糕的照片，还用英文写着甜蜜，这篇发文也吸引百万粉丝按赞。文章一出也引来台湾粉丝兴奋回应，雪糕来自台湾，也有人开玩笑的说杜姐很懂吃，更有德国模特留言珍奶冰淇淋是什么，我现在就想要知道。黑糖珍奶雪糕标榜以浓郁的黑糖混合奶香，还搭配冰冻过的 Q 弹珍珠。其实享誉国际的台湾美食还不止这一项，牛肉面、芒果冰。이거스프열때는되게느끼할줄알았는데먹어보니까그래도그렇게좋아요像是台湾的国民泡面、满汉大餐以及知名的小笼汤包，都曾深受外国艺人和游客的喜爱，甚至在当地一度掀起抢购潮。看来台湾美食魅力，外国客也难以抵挡。记者曾博导。